着，让你唱歌啊。还是一样，和刚才一样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看这样像男中医，你自报一下家门。好，戴老师好。你好。大家好。啊。我是一名男中音，现在呢在海生文工团工作。啊、是一名演员。现在。你演出的时候就唱男中音还是唱流行歌？男中音。哦，男中音。现在要唱什么给戴老师听？我的祖国妈妈。哦，时光蓝先生的作品啊，这是我上学的时候唱的歌，来吧。是你的优点，但是对你来讲有一点也是缺点，稳，有一点压，不要压它，而是要顺下来。嗯，通常我经常给他讲，说是唱歌不是靠这两片声带使劲，当然经过声带是最主要的部分。平时我也打高尔夫球，教练告诉我说是要用身体打球，不要用胳膊打球，同样的道理。你比方说。你看用胳膊打球什么样，我们学学啊，还杆儿啪，这球肯定打不远。用身体打球怎么样，很用这样走，上上发条，底下下盘不动，光上面咔，先用身体带，走到这儿的时候，然后啪松开，这球又直又远。缺点就是直，不足就是远。一样，唱歌也是一样，松松的，用全身的力量。你刚才呢，就这个地方呢，劲儿更大。嗯，你比方说，你试试看，给他个音儿。我走遍，我轻轻的弹下来，我走遍海角天。降一点是吧？来，就这句。我走遍海，没有下来呀。我走遍海，我走遍海角天涯，又或者天。感觉顺着这儿，这是一墙壁，那水跟这儿流下来，不是瀑布，是流淌的山泉，只不过有点陡，这坡。我走遍海角天涯，好听，忘不了祖国妈妈。
习惯，你的歌唱习惯，嗯，妈妈呀，而不是妈妈呀，用这儿来支撑，继续，祖国。凶声，嗯，你听见吗？你听听听，你听见吗？你听见吗？我的祖国妈妈，妈妈又来了，是妈妈，这六加上，我的祖国。吸口气，哎，我亲爱的祖国妈妈，音准妈，对，哎，就是用上气儿，其实就是接上气，很简单，而不是光听自己。有的时候你看我那是美声啊，不亮，听没有？很多唱美声的人都分这毛，都犯这毛病，一定要听自己的这个啊。头音在哪儿啊？啊，哼，那是哪儿啊？觉得这是美声，其实不对。不要听着它，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，没有点，是一个整体。啊，是过来的，是一面墙，不是一砖头，局部不行。我亲爱的祖国妈妈，妈妈，哎，这儿呢，这不对，这不好，这一到了剧场里头，没动静，一定要把这腔体建立起来。下来的，但是不是丫头，我亲爱。我亲爱的，太爱了！我亲爱的，我亲爱的祖国妈妈，妈妈，啊，声在哪儿？这儿，妈。低音喇叭加上，从这儿往出喊，来走。
声大了吧，就被耳膜震的就平衡不住了，哎，大脑就平衡不住了，一定别唱这么响。嗯，我亲爱的祖国妈，妈，现在注意，通过这儿，还有点这样，响了吗？这块，别提下，别，哎。上去了，往下上。好一点，有点意思。这个声音比这大了一倍。好像做出了点。哎，那当然了。不用那么大劲儿，来，轻一点。这个立体声啊，我听到这是现阵列的，是吧？立体声，现阵列，到底是立体声我也不知道。立体声两边来吧，这上下，哎，过来的是上下左右都有，对，太响了，你觉得呢？这应该这样，就是这，当然。当然这个可能还不太习惯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路数，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不要刻意的去，我这种的，你长了个男中音的构造和声带，这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别压，松下来，很松弛的，主要靠气息，那一个筒子在那唱，我走呗。闪过去，我走遍海角天涯，对着忘不了祖国妈妈，祖国妈妈呀，祖国妈妈呀，儿女在。听着有点像刘长勇，这样好，是对，当然，你还没有达到廖老师的功力，你按照这个路子走，几年之后，是廖长勇吧？有可能啊 ，OK， 就这，谢谢廖老师。